零更新站讲台写板书零更新与网友互动。9月6日零更新在微博上传一张照片，并配文衬你的学长。照片中的他身穿白色 T 恤站在讲台上，看着桌上的粉笔盒，他身后的黑板上写着狗立国家乙的字样，字体看起来很工整，也是很帅气了。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晒出一张剧照，问是你吗？林更新回复了一个问号，很是有趣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老师你这样很危险的啊，等你下课，9月刚开始你就要加急。